这离地三寸的漂浮与一人过马路，在半夜看来让人觉得心里毛毛的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像是有人拉着线走，又像是自己飘了起来，各种猜测联想纷纷出炉，不如找到证据。警方调阅现场的监视器破案了。监视器的画面看到几辆车经过之后，黄色的雨衣开始移动漂浮过马路，另外一个镜头也拍下了雨衣是有影子的慢慢漂过马路，原来它是工地的电动骑手。道路施工单位摆设现场之电动骑手，遭经过了车辆车速过快怠慢路面，无恶作剧惊吓他人，危害安全之情势。现场位在彰化溪州的中山路，路边正在施工，也因此施工单位在现场架设了电动骑手，提醒用路人多加注意。不过这电动骑手没有固定好，半夜车流经过卷起了风，风带动的气流让电动骑手开始位移出走了。透过监视器的证据还原了事实，真相大白。